是嘛？有感觉有被剪吧？有，看起来是 BK 的、啊，对，对就是。小许真聪明，他怎么知道他也被剪？他剪的吧？对他剪的。他的羽毛会发亮哎、欸，应该都会。我刚刚在湖那个池边的那只跟我那边看半天的，他也很亮。嗨。因为他现在有女朋友了。女朋友那只啊？对啊。他是公的、啊。他公的。公的怎么这么大只？公的不是公的是小只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公的大只啊。校长有压便便。桌角。好。它真的好大哦！真的，你要照它的脚。对，我请小许。要让小许看。对，他已经告诉我了。我要告诉主人，别担心。这有一只白鸭吗？都在，那白的还在学校。它白的还在学校。刚现生了六颗蛋。四颗。六颗，今天生。今天又生两颗啊。挑出来两天生一颗，一天生两颗，两天生一颗，都是晚上生。